上学时经历的生死时刻。哥们，这事当真吗？千真万确呀！主任开会时候都跟我们说了，以后都不用查摄像头了。自从我们这个监控过滤器，那抓抽烟一抓一个准儿。行，谢谢哥们，这眼镜送给你。风筒这头是吸风的，那头是吹风的，把它放窗口，它就是个小型的抽油烟机呀、啊。得住，你们快过来！你哥没劲，又举不动了。来，我打一下呗。哦，主任，自从装了探测器以来，确实没人抽烟了。嗯，不错。不过有人反映，最近有人在厕所什么呀？洗头。洗头？不对劲。十分劲不对呀、啊，走，看看去。哎呦，我赶紧快点凑，我这胳膊呀，不过血了都。别抽了，别抽了，主任来了。大手战场，快快快！不是，哪个厕所？是男女厕所。放屁！那张洗头那个。啊，那边。不吃烟放谁的呀？怎么了，主任？主任，干什么去？主任，我们下午学习学困了，来这洗洗头，精神精神。对，俺们这过来精神精神，属于是。你们洗头呢？鹰眼，你不抽你一下子吗？我这个啥呢？我这属于是发膜，给挺顺着的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发膜，蹭蹭香烟呢，怎么呀？